咁我为咗纪念我爸咧，我就改佢做烧咸农场啦。我好多时都会谂，当我做得好辛苦嘅时候咧，我就会谂啦，啊，如果我爸喺度咧，我爸一定会教我点样做，点样做，点样做。我爸咧一定会帮我做得好好。I think Lantau Island is unusual in the whole world. Everywhere I go, I meet friendly people. 如果你坚持嗰样嘢咧，人哋就会听你嘅。如果你真系喺度做下又唔做，做下又唔做咧，人哋就会觉得强硬想去改变你咯。梅窝曾经种满水稻，不过60年代石壁水塘落成之后，截断咗当地嘅水源，令到居民冇办法继续种米，而开始外出谋生。呢一次就嚟到梅窝睇下，消失咗好耐嘅稻田究竟系乜嘢样。所以我哋会先去农场体验农夫工作，之后如果大家唔觉得攰咧，就可以考虑经文武庙，去银矿湾瀑布同埋银矿洞。重点系银矿湾沙滩，路程大约1个钟，算系好易行噶啦。嚟到我哋第一站 Winnie the Farm， 呢个农场嘅创办人系 Winnie。佢当初因为身体问题唔能够长时间坐喺办公室，自己又唔识其他技能，冇公司肯请佢，所以把心一横，翻到长大嘅地方梅窝创办农场。呢度足足有成4万几尺噶，日常打理工作主要靠佢一个人，工作都唔系话唔辛苦啊。一路做落去，其实有时真系孤军作战嘅。啊，烈日当空之下，3点几咧，成个场咧静烟烟系得我一个。开头觉得有啲唔惯，但系咧。到后来我又觉得哇真的好了，这个整个大自然都是我的。学识享受大自然的 Winnie 慢慢地由一草一木建立这个农场，他的心思还可以在这里的名字感受到。中文是叫烧咸农场，烧咸农场是我爸以前未过身之前我们买了一间士多给他，就叫烧咸士多的。咁我为咗纪念我爸咧，我就改佢做烧咸农场啦。咁我好多时都会谂，当我做得好辛苦嘅时候咧，我就会谂啦。啊，如果我爸喺度咧，我爸一定会教我点样做，点样做，点样做。我爸咧一定会帮我做得好好。不过呢次 Winnie 就唔使孤军作战啦，已经有好多人准备好帮手。嗱，咁大家好啊，多谢大家今日嚟呢度啦，一齐收米啦。咁梅窝嘅禾稻冇咗好耐 ，Winnie 虽然重新种禾，但系都搵唔翻当年梅窝一带嘅米种。所以呢啲米其实系义澳一带嘅油脂米，煮成饭之后口感会比较烟韧。呢款米通常1年2做，2月7月落种，6月12月就会有收成。讲咗咁多，我都要出一分力帮手割禾先得。我哋喺度拆紧网啊，咁样咧，我哋要拆咗网先可以收禾。咁我哋咧就要大大力掹晒啲网。之后就要将网卷起啦。你唔好见我网好似好薄，当我咧咁样卷下卷下嘅时候咧，真系好鬼重。你就系要 hold 住佢，唔可以俾佢跌。所以咧，好鬼攰，净系收禾都咁攰啦，唔好讲重。唔系收禾，继续搞，系收网嘅。我体力唔掂啊，收网就觉得攰啦。但系 Winnie 经历咗3次膝头手术，仍然可以每日去到农田做嘢，就真系好犀利啦。咁咧初时咧，我系要坐地噶嘛，要踎噶嘛，其实好艰难咯，对我嚟讲。几下就好攰啊，攰到不得了嘅。咁但系都要做啦。咁啊，日常咁样练下练下咧，咁啊，唔觉咁啊就好咗咯个身体。我只系觉得路系你自己拣嘅，咁大个地方由你自己一手一脚去做嘅。咁做到出嚟嘅，做到几多都好啦，都系你自己嘅成果咯。就算系好辛苦咁样锄地啊，去做嘢咧，我自己系有开心嘅感觉嘅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唯有做多一点练习啦。依依收获得这么快应该不难啦。外国人又有这么熟手，等我都试一下先。你不要看他切割很威仪，他们很易啦，他们呢你看到他们一扎扎割下割下割，可以一次过割3、4扎的。但我割第二扎的时候呢，我应该得把刀好一些难锯下去了。收割好的禾呢就要拿去打谷机。一边转，所以手腕一边转，一边做落去。好，一边转啊，一边转咁样。系啦，系啦。嗱，呢啲有谷嗰啲咧，就摆入去。摆入去。打完出嚟就可以见到一粒粒谷，
之后经过晒干同埋去除米表面嘅谷壳，就成为我哋平时食嘅白米啦。虽然大家好似好熟手咁，但系原来只系第一次收割咋，因为之前种嘅时候俾雀仔食下食下，食晒成片稻田嘅米。咁到底系乜嘢驱使 Winnie 再种米呢？种禾咧，其实都系一啲情意结嚟嘅。以前梅窝就种禾为主嘅，以前我初初搬入嚟嗰阵时好细个啦，得几岁嘅啫，周围都系种满禾嘅。咁我嗰阵时印象好深刻嘅，即系见到啲禾咧由细细棵啦，然之后开始变黄啦，然之后抌落嚟啦，每一个过程咧都好开心，好感恩。睇到一堆堆收割咗嘅禾稻，梗系开心啦。不过 Winnie 原来都花咗一段时间先至得到家人嘅认同。即系我有九个兄弟姊妹嘅。特別是我家姐啦，佢好唔贊成我耕田，同埋我媽啦，佢就話點解好地地有份工你唔做，做乜走去耕田？佢頭嗰兩年咧，佢日日咁樣話我嘅，咁但係咧，我又想做，我都係堅持去做噶啦。咁開始咧，佢哋知道我要係真係要做咧，佢哋就會幫我計劃啦。得到家人嘅支持之後咧 ，Winnie 就越種越多唔同嘅農作物，就連外國嘅農作物都唔放過。最緊要提下呢一個啦，咁呢一個咧係日本嘅網紋瓜，咁呢個網紋瓜啦，如果佢細個 B B 嘅時候咧，佢仲係好滑溜嘅，咁咪出到佢成個都係嘅時候咧，就等佢呢一個定嗰個咧，如果佢乾咧，我哋就可以收得噶啦。我仲喺呢度發現咗一樣特別嘅嘢啊！你搞咩？我跳舞咯，唔係跳舞，踩雞蛋殼。呢啲雞蛋殼係我嚟堆肥嘅。好有用噶，所以我做一啲好有建設性嘅嘢。細個見沈殿霞踩雞蛋睇得多，我係踩碎啲雞蛋。禾割好，瓜又睇埋，蛋殼都踩埋啦，有啲肚餓喎，係咪可以開飯啊？好大個冬瓜盅啊，好重啊！攞翻個先，終於有飯食啦！呢餐飯都幾豐富噶，有農場出產嘅冬瓜盅，又有薯仔炆雞同埋蘿蔔牛肉。不過因為冬瓜盅唔算好大，留翻俾 Winnie 佢哋食啦。我就試下呢個薯仔炆雞，腍腍地，幾入味，同埋有少少辣辣地咧，幾野味嘅。睇住大家食得咁開心。我想就算话佢哋一家人都会有人信啦。唔知道疫情系咪梅窝人嘅特点呢？我哋譬如行出街咧，打招呼咧都打好多个，即系个个都识，个个都熟。老人家咧越嚟越少噶啦，但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咗啲后生翻嚟啦。咁我哋又建立到一啲好啲嘅关系啊。Lantau's got a very special magic. Lantau Island has got a magnetism.And it makes people friendly. I wouldn't go back to anything there. 不过将来的梅窝仲会不会是这样呢？香港2030加计划在喜灵洲和梅窝一带填海，并且将梅窝打造成为文娱休闲和水上活动中心。这一系列的发展会不会进一步凸显出城乡保育的问题？可能仲要等待更加详细的计划内容。不过面对发展的巨轮 ，Winnie 都只能够不要想太多，好好活在当下。我當然不想它沒了啦，咁我控制唔到，我真係控制唔到。咁所以咧，我可以經營到呢一塊地嘅，我令到它靚靚地嘅，可以營造到一班人，呢一班人咧而係中意我呢一個土地嘅，我已經係好開心嘅。其他嘅發展到點樣嘅都唔到我控制。我养了由六月到而家，啱翻嚟香港的时候咧，就开始养啦。咁啲人成日都话，越耐越老的孙仲越好嘅，咁佢就会越嚟越好食啦，系咯。咁我呢个唔系好老嘅啫，不过
我唔可以歧視佢。麵包從來就係、是、最原始嘅麵包就係酸種，咁但係係因為即係一路以嚟發展快啊、efficiency 啊，成嗰啲就會有一個 commercial yeast， 就一啲商業酵母，咁就會好簡單、好容易去控制嘅。但係其實你麵粉嗰啲味道咧，其實係未釋放曬出嚟。但係當你長期去發酵嘅時候咧，你嗰個麵包咧就會有佢應有嘅香味啦。我上年十月的時候在長沙沙灘接手了一間餐廳營運，咁亦都係同時住咗喺呢度嘅。係啦，咁而家業主就係想覺得可以俾一年嘅時間我去試做嗰個餐廳，所以佢係即係有個心係想幫嘅。佢最後當然會收租噶啦。細個嘅時候，佢嗰個年代，咁佢就好窮嘅，咁佢就覺得人哋都幫佢，咁佢就覺得幫到就幫啦咁樣咯。所以佢都會話唔係淨係講緊老闆或者業主嘅關係咯，佢都會話當你係女咁樣啊，特別嘅一個相遇咯係。佢就真係幾好彩嘅。其實佢七年前喺中大社會學畢業之後，2014年已經嚟到梅窩一間麵包店打工噶啦。仲由马鞍山搬埋入大屿山，佢喺面包铺打咗8个月工之后，储咗笔钱，就一个人 backpack 环游世界13个月，后来仲去埋澳洲、纽西兰 working holiday， 喺当地都系喺面包铺度打工。后来翻嚟香港，就嚟到长沙呢一度啦。就谂下有咩想做，其实都想开间餐厅 ，eventually。妈咪期望的政府工咯，系咯，净系想做自己想中意做的嘢咯。社会学系对我嚟讲都原来都影响都几多，因为佢会话俾你知社会嘅规范点样影响一个人咁样。我细细个已经同自己讲，我唔会俾我自己做成为一个朝头早好早起身望住块镜，然后同自己讲我唔想翻工啊咁样咯。咁我就谂起一个小隐隐于野。嘅呢句説話，少隱到冇人知道長沙呢個地方咯。我喺屋企行過嚟就5分鐘路程左右咯。咁呢度就係我住嘅地方啦。我就同個女仔一齊，同我好朋友McQueen一齊住嘅。咁兩個人住呢度，大概6-7尺，咁村屋咁樣咯 ，standard 村屋。嘅大細，呢個就我間房咯。冇啊，冇乜物欲噶，好少買衫嘅，但係都有買衫嘅，即係我買一件衫著一世嗰啲咯。係，有時我最中意就係洗完菜之後有啲水可以潑出街咁樣。但喺香港即係喺出面成日都用唔到咯。呢度我諗正常租金一層係1萬蚊左右咯。咁如果一間房可能2-3千咁。我一個禮拜都會 check 一次單，係有啲唔方便，即係譬如我一 check 入咁樣要4個鐘嘅。我都覺得值得咯，因為呢度生活嘅空間係大啲，同埋你比你自己相對嚟講，你思考嘅空間都會大啲咯。即係成日咧都會 message 問佢幾時出城咁樣咯，所以都係算人居，同埋佢其實喺呢度係。當係好似佢自己一個小天地咁樣，然後佢有佢自己想做嘅嘢啦，佢好有自己諗法嘅。即係我望住佢有時，哇！呢個女仔即係可以自己 backpack 周圍去，試好多哇！我都即係唔敢試嘅嘢啦，跟住覺得都係我一個即係 kind of role model 嚟嘅。即係佢對整嘢食啦，或者整麵包啦，係好有 passion 咯。咁 at least 佢而家做緊佢中意嘢啦，或者佢揾緊佢嘅方法去實踐佢想嘅生活啦。但係就係難行嘅咯。冇賺錢噶，其實都係蝕緊錢噶，因為咁啱而家又開始凍啦，好悶同埋。哇！星期一至五好努力地預備啲材料，原來星期六係賣唔出嘅，咁就好磨滅我嘅意志咯。會，因為我覺得唔得，一定要揾啲嘢做。咁我就諗，搞聖誕市集，差唔多聖誕節，咁我就去梅窩碼頭嗰度，自己拎住20份三文治咁樣，就諗住賣啦，同埋派一個傳單。我話我個女應該做政府工啊，
做麵包鋪，阿媽都可以去做啦。啊，你讀咗咁多年書，你走去做麵包，佢真係同我講，佢媽咪，我好想喺海邊嗰度啊，開一間餐廳啊。話我第一就話咁浪漫啊！我哋我係人都想啦，我都想啊，係會咁有興趣做依樣嘢嘅喎。我真係唔知道，我以為佢玩玩下嘅，真係細細。原來佢會話諗到佢會做老細。媽咪，我會做老細嘅，佢話我將來我會做老細。佢話我唔係淨係做麵包咁簡單嘅。佢個老細俾咁多機會俾佢。依家我唔想啦，佢我想佢繼續做得好啲，我見佢開心咪得啦。唔知系咪真系开心咧？好多谢佢，我真系好多谢佢肯陪我去冒呢一个险啦。唔系佢嘅话，我谂其实我可能真系会放弃咗。原本做秘书嘅阿 Kit， 朝九晚五，工作稳定。六年前咁啱嚟到梅窝嘅餐厅做 part time， 一做就中意咗呢一个地方啦。但系当时入到嚟梅窝住嘅时候嘅感觉咧，就好似去咗 working holiday 咁，一日时间你可以做晒你喺市区想做嘅嘢，就入咗嚟梅窝就搬唔翻出去。唔够两星期，佢就决定辞职，自己一个嚟到梅窝开面包店。但系最初系唔受居民欢迎噶。好多原居民以为我哋净系做西式嘅面包，或者系以为我哋净系做外国人生意，觉得我哋卖嘅面包比较贵啊，同出面唔同啊，以为我哋食水深。价钱虽然卖得贵，但系背后系经过长时间嘅发酵，无添加制作。几多时间，几多心机，你有几多技术落去，你全部都可以喺个制成品度反映到出嚟。你食嗰个包有几大，你食100g 嘅面包，你就真系食咗100g 嘅嘢落肚咯，而唔系食一啲膨胀剂或者添加剂落肚。佢哋花咗3-4年嘅时间去改良，招牌手工牛角包，材料要预早2日去发酵噶。制成品有27层，外脆内软。朝头早10:30出炉，2个钟就卖完啦。每日开铺朝7晚7，见到个老婆咁辛苦，当时仲系男朋友嘅 Sammy 就决定为佢放弃收入可观嘅审计师工作。搬入去个岛上面，一起打理铺头。当时小麦是乜嘢，我都不知道是乜嘢嚟嘅，因为嗰阵时个满脑子都是数字啊，将来要做啲，一定要做到咩位置嘅，咁其实都冇谂过要做面包师傅。挣扎咗好耐，父母亦都好反对。咁佢哋当然好唔开心，即系会闹咁样啦。其实过一年之后口讲啦，你個生活是你自己的，你揀了條路你就專心去做這樣咯。但是他們心裡面我都知道，他們都覺得是可惜的。經過4年多的時間，家人就開始接受，兩個人也都結了婚，還決定在這裡定居。多謝你跟我一起去堅持我們的夢想啦，還有奮鬥我們的將來啦。那是咯，已經去到這個階段一定要堅持。依度真係隨時就係有隻牛喺前面經過啊，牛有好多牛屎嘅問題啦。咁點解條路會有牛屎啊？咁樣咯。梅窩兩個居屋項目一共有7-8个单位，預計2018至2019年度落成。有不少住开市区的人都说要入纸抽买个上车希望。如果抽到梅窝会不会要啊？都会要。伴在入梅窝20年的设计师 Candy 就提醒大家要考虑清楚。Candy 发现近年有不少区外人以为梅窝好像愉景湾那么正，十足是一个度假天堂，搬到来之后就不习惯了。愉景湾是一个很人工化的郊外环境嘛。咁呢度其實係一個你睇到係一個好天然嘅郊外環境，咁亦都係一個好鄉下嘅地方咯。於是佢就搞咗個師奶日常生活導賞團，等市區嘅人認清楚真相，唔好咁多 FF 啦。Candy 喺荔枝角翻工，主要都係搭來往中環嘅渡輪。最主要多遊客，咁好多時候我哋翻屋企係一個問題嚟嘅。試過有旅行團啦，咁喺中環嗰度，咁突然之間嚟咗40-50人一團，咁個船就爆咗咯。
净系得50个座位嘅巴士，情况就更加严重。去到假期同埋周末，起码要等成三班车。好多时星期六日都唔出香港，好少出香港噶啦，已经。Candy 话梅窝有少量嘅商店去应付基本嘅生活所需，不过买书要用快递，家私嘅运费亦都系市区嘅三至五倍。HKTV Mall 同埋伊昂就更加唔肯送货。有一间英文书嘅书店喺前面，咁但系中文书书店就冇咯。呢度买家私系非常唔方便，除非你自己有车。咁似乎梅窝居民都有几多苦况，不过佢就认为梅窝地方细，邻里关系几好，仲试过收到村民种嘅木瓜添。佢棵木瓜树好多木瓜，咁就挂咗一大袋喺度。咁我就饮咗起码三日木瓜汤。咁即系呢啲出边真系冇。Candy 仲会喺导赏团度介绍公共房屋设计同埋永续农田等等。如果有兴趣嘅话，不妨实地睇下。当市区的人遇上梅窝人，都会问他们很多问题。都不知道中学几时年代来 camp 啊，我才会去的。他们就会经常都问，啊，你放工点回家啊？搭几耐船啊？使唔使两个钟啊？这么多年来的人都问我有没有麦当劳、惠康、7。他们很好奇你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咯。咁其實係有噶，我唔知點解佢會覺得呢度即係離開咗個香港，就我哋梅窩係乜嘢都冇。呢兩姊妹喺大嶼山大，齊齊加入梅窩，住咗十幾年，從未喺市區住過。舊年先至辭工喺呢度開咗間小食店，食物種類唔多，淨係賣燒賣、腸粉、車仔麵等等。招牌的炸饼用他们独制的炸粉生炸，皮薄香脆。小食看落普通，但正正就是梅窝人冇嘅。冇乜车仔面啊，呢啲咁嘅小食咯，多一个选择咁样啦。选择系好少咯，譬如全部都系可能得餐厅，但系啲餐厅食嚟食去嗰啲嘢都可能系一样啊，好少车仔面呢一类嘅嘢。做街坊生意卖完就算，不想妈妈做得太辛苦，所以经常都提早收铺。嗰时爹哋走了，就不想他成日喺屋企，他又退了休，又冇嘢做，又怕他留在屋企得自己一个望住四埲墙，又冇人陪他会闷。咁不如啊，当有间铺俾他歇下又好，见下我哋，得闲倾下偈，咁样都 OK。两姐妹好中意喺梅窝嘅生活。咁其实我有问过我仔仔噶，我问佢，我话你睇下旺角几多人，你中唔中意住呢度？佢第一句已经答我唔中意住呢度，快啲走。有机会你会唔会出市区？唔会咯，就算我小朋友要翻学嘅话，我都唔会搬出去。记得订阅果子啦！仲要揿埋个钟仔添啊！